荣获99年国际华裔小姐冠军嘅系叶璇。啊，我好开心啊！首先我要多谢星期一哥哥、星期二哥哥、星期三哥哥、星期四哥哥、星期五哥哥同埋星期六姐姐。哇，仲有冇多啲啊？仲有，要多谢八婆同埋庙街嘅街坊啦。我有今日全靠哥哥姐姐俾我嘅好榜样，同埋教导有方。玩我哋唔起，攞起嚟玩啊！我仲要多谢埋伯母啦。拉乜鬼啊？下星期一晚9:03再讲啦。庙街孖兄弟。